月叫爹爹要不要茶豆豆啊？到底插不插啊？插呗，插呗。嗯，哎，你这发型是不是灰？本家说是，哎，发正婚的时候啊，再让他多带几个雷管管，换占了玉米地，啊，得扎扎了。现在矿上把那雷管看哪呀，像你的屁眼了吧，姐？考考呗。上次给你的用没了啊？下了套了，啊。炸完了就没了吧？收了套啊！别忘了哥哥拿几斤换肉尝尝啊！啊！你是换的丈母娘嘞，丈母娘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！我回来了，爹。你是我爹。哦。毛峰，啥呀？干啥行？你个秀才，连个废物。大路不走，走这西沟沟干啥？哎，兄弟，过来，过来，快点！听说这里空房子多，俺想找个地方落个脚，俺啥活都会干，有吗？没有。嗯，就是你，滚一边去！你们两个废物，你干啥呀？啊！干什么？你那一堆干什么去啊？嗯，滚，滚！俩废物。哥，我走了。这是个哑巴，又想烤蜂饼，有人啊！玩去呗，玩去呗啊！哎呀，甚干了，甚干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，走了，走了，玩去，玩去吧！哎，兄弟，
不是说空房子吗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带你们到村上去跟志宝说一下。哎，不用，你给我找也行。我给你找啊。再个人的事儿就不妈组织了，住不了几天。行。兄弟，你们这个地方只有洞吗？这都是个看山的人留下来的。你要看不上，就算了，地里还有好多活的。哎，怎么着，兄弟？给口水喝吧。走了一路了。好啊，你看，这闪闪烁烁。哎，你这个房是？哦，老房子。红松的，不是。你这房这是你？哦，我爹睡着了。呀，两个人住这个房，够大的呀。哦，不大。坐吧。哎，不用。干甚呢？现在这房也不小啊。里屋是油房，外屋住着驴呢。哎呀，主力糟蹋了。不糟蹋。哎，兄弟，来抽根烟，来根长的。不抽。兄弟，你看，俺这个老婆这个号，来，你过来，跟你说啊。兄弟。俺们都跑啊！你都出来几个月了，实在找不着地方住了。兄弟，俺看你这人面善，肯定是好人。你说你要不好，你能得这个吗？是吧？你就算不可怜我，你也可怜可怜俺老婆、俺孩儿。俺孩儿，兄弟，我是真没办法了。我也没什么办法。这办法不都是人想的吗？兄弟，这是干甚的？这是兄弟。俺们转了几个月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求求你了，哎呀，这是干甚？你不答应就不起来。睡呀。哦。讨饭的，来讨口水。哦。快让孩子起来。不，快起来，你醒醒好吧。喝完了吧？哦。走啊。走，走哪？越走哪走哪。大爷，你心情好吧？你看在俺们花姐的份上，你心情好吧，大爷？大爷，大爷，爹，要不让他们？要不是，这个家是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呀？谁说了都算，谁说了都算。
大爷，谢谢大爷，谢谢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让马四去找成爹了啊？你拖儿带女的，实在看不下去。你自己的屁股还拿瓦盖了，连个媳妇你也娶不上，别说养活你老爹了，就这你还发善心？我看你咋收场。人家就没向你讨吃的，就想找个地方安个身。驴都答应了，你老发啥火？是啊，哎，你说是？我啥时候答应了？啊？哎，你又往哪溜达？去家寨。哦，又找你小娘去？啊？你不怕人家发现暗地里头盯你的时候？啊，不怕人家戳你脊梁骨啊？你家是抹粉的，人家要粉有啥？你，谁爱出说事说事。粉是盆盆的香哎，这个兄弟真够实在的，大个床这么结实，一点动静没有，就是离这个牲口槽子近了点儿。这个牲口棚子还弄了个灶台。哎，这里头还有一个，哎。哦，这是个油坊。破油坊烧什么火？这个鸟盆好啊。看甚了，看甚了，里头的油房你锁得好好的。哦，不锁能行？你又想找几个要饭的住啊？不是些没用的东西，早就该扔了。哎，
你急什么？等我死了，你一边埋完。你大早说什么？大爷，兄弟，忙呢。哦，去了啊？起来起来，睡得很好，很舒坦。我出去转转。我这人咋长得个胖小？长相爹娘给，我长得倒不个胖相，我照样娶不着媳妇，我管谁了？你会写字吗？啊！二婶，你吃上学，剩下给俩娃。你呢？你看管你爹死活了。哎，还剩了些粉，在锅里头添着呢。哎，山里人就是实在啊，见了张嘴要饭的，自己吃不饱也得给点儿。明天我去地里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。哪来的？大爷给的。哪个大爷给的？杨秋子的事情，你少管啊！再不管就出人命了。里边没老李说了，你又跑这边惹一身骚，你跑啊！啊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！你干什呢？兄弟，俺也没话说，打到了媳妇，惹到了面，他不听。打出来的媳妇嘴软，疼出来的媳妇心才软啊！好好孩子吧，别打了啊！磨粉啊，兄弟啊！出去玩。啊，弟弟转转。
大厨，你俩淘厕子在家住咋样啊？哎呀，那个雅迪女长得很吸人啊，没给你抛个媚眼。人家是嫁了汉的人，你在那瞎说甚呢你？秦华也是嫁汉的人，你不也偷心了吗？你别放屁了，杨二了，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。吃块肉吧啊！送医院。爹爹的，你咋着伤了？咋掏出的了？还有事儿呢。在哪？啊啊！让让现在是偷吃的是死了，他老婆呢又是哑巴，两个娃娃还小着，这活着的大小人啊，这以后日子还长着了。叫我说呀，还是以赔偿为重吧。啊，那个偷吃的那要多少钱？我看还是花钱买条妖怪炉吧。嗯，现在呢，讲的就是一个安定团结，咱们祖祖辈辈在这山沟里住着。是既要安定，还得团结；是既要团结呢，还得安定。你们说呢？啊，哎，我说，韩冲爹，你倒是吭个气呀！啊，啊，你说，啊，程家说的对着呢，对着呢啊！咱们也不能因为炸环子误炸了一个没用的人嘛，就一锅端，集体跟着倒霉，还影响咱们安定团结。我的意思啊，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办吧。啊，哎，这个事情，王会计，你当主唱吧。啊，行了，这个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你妈韩愁炸欢把人炸了吧？他已经炸了。你妈辣胡饼帮扔下你们娘仨吧？他已经走了。可这活着的人还得活，死了的人呢，咱得埋是吧？嗯，对，先埋人，再解决问题。你要是相信我们这些村干部呢，就让韩冲把人埋了；要是不信，你就找人写状子，告。可话说回来了啊，
即使是告下来，这韩冲也不一定会给你的人抵命。到时候我们村干部就算同情你们娘仨，想管也不好插手了。你们毕竟还是外来户嘛。你好好，你炸个球花呀，炸死人了！现在你娘了吧？先埋人，再商量赔偿，好啊。这事儿也不……啊，这个事儿不能拖到天亮，还定不了啊。韩冲，把你爹的棺材抬出来，装蜡红。你看我干什么了你？啊，我不让你招惹他们，你偏偏给到家里头住啊！治好了，你下石头子，咋不把我砸死呀？哼，你个脑袋瓜子，不把裤裆放，我哪放呀？这么粗的绳子都能弄断，肯定是嫌没人哭，不想走嘛？这是咋办呀？一个哑巴咋让他哭来？孩子还小，你去找几个哭妇来，村里出去。嗯，啊。想想办法。嗯。这三天八成没咋合眼吧？那合得上眼吗？这事还没了了利索，你急着过来看我做甚？王胖孩让我找个哭的人。要按辈分，哭的人呀，不都比死的人辈分大？如今是哭一个讨吃的，这算上，当然没人来了，所以来找你了。行，我去哭。我是替你韩冲去哭，可不是老十字村干部的鸟事啊。我就说嘛，到关键的时候还是你对我好。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活儿啊可不能白干啊。我大儿子啊，腊月里要订婚，你得答应给我一头猪。啊！二少来，这也就是你韩冲，要换做别人，跟我十头猪也请不动我。那是啊，那是。死得冤，死得苦，讨吃的死在了后两个。死得冤来，死得苦，好的。行了行了，你这哭的甚啊，硬邦邦的。找个调调。水流千千归道。娃娃们躲开了，娃娃们躲开了。哦，行了行了，娃娃们躲开了。娃里归途美，摇喂摇喂摇喂摇。你的男人你不哭，我替你哭，你好歹也得装出一副丧夫的样来。水流千千归道，人走万里归途悲。摇喂摇喂，气管来来来来，气管来气管来来。
血味太大，压骨打得粗，这火这味儿更大呀。地方也窄，都出去说去，都出去吧。这个死人埋了，活人咱得照顾啊。嗯。可怎么个照顾法，咱得有个字据。该多少？我一次性给够。啊，也对啊，这个事情是不要拖泥带水。咱们不能理偏了哑巴，也不能亏了韩虫。我姓王，这村里会计。你打算要多少？听不懂？能听懂啊？那打算要多少？这哑巴，怕是气糊涂了吧？哪有男人被弄死了不要钱的道理了吗？你只要说出个数来，韩冲要是觉得高了就往下压，要是少了呢，我们跟你谈。嗯嗯啊。是想把你给弄进去，你只管给哑巴送米送面，想办法把他这个心给捂热了，打消送你进去的念头，不然你一辈子背着这个人命，你还想讨老婆？这事万一让老公家知道了，开着警车，闪着警灯，呜呜呜，你全完了。所以趁着对方是哑巴，咱赶快把这事哑巴这办了，省得官办，明白不？相信领导。相信领导，相信就好办。由于韩冲诈欢，误将外村人辣红炸死，经村干部和年长者决定，由韩冲对辣红家人进行赔偿。鉴于辣红妻子雅姑神志不清，不能决定赔偿问题，暂时由韩冲负责养活他们娘仨，不得有半点不耐烦，直到辣红妻雅姑决定最后的赔偿，由村干部和年长者主持，才能终止合同。合同一方韩冲首先不能毁约，如雅姑提出有不满的地方，韩冲加倍罚款。嗯，有爹了。这，这，这，这。错的，听说你家出事了，想收留你家小娃，如果你愿意，大娃也要。放心吧，都是好人家，亏不了孩子。这东西人咋能吃？谁磨的粉？
用盐和油掺在一起，那饼子肯定好吃。试着给孩子做做。这一套子套去不少银子吧，弄不好啊，还得打扫一辈子。那哪能呢？王会计说，先把雅姑稳住，让他别告官。说这叫甚？这叫患病之计。病患完了干什么？接着打仗。王会计别说打仗了。下下下，张口王会计，闭口王会计。那个人是王会计炸的还是你炸的？哎，要是他炸的就好了。还是啊，看王会计是站着说话呀，不嫌腰疼，让他养那娘仨胳膊行去试试，他那个腰啊就疼了。听说有人要收养那俩娃，被那哑巴拿着铲子抬出来了。嗯，这个哑巴也是太不识抬举了，有人要收养那两个娃，他就偷着乐去吧。咦，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舍不得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没少往那哑巴屋里窜，窜窜窜，窜出事来了吗？窜出事来了。你这个人，哎，行行行，别解释了，走去吧。这又不是审犯人的，你总不能老让我抬着头看你吧？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坐啊！哎呀，你坐嘛，讲究平等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早应该有个说法。啊，就是怕你心里难受过度，心情不好，这个事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你这心里头肯定也琢磨了几千遍，说说吧，要多少？这个钱又不扎手，只有嫌少的份儿，哪有不要的理？一千。我能不能分几次给？你找人借借应应急嘛。那么多钱，我上哪儿借去？您的发行小叔在矿上，他要是没钱，就没人有了。你这小娘倒是出了名的铁公鸡啊。可这些年，他也没少喝你的粉浆，吃你的粉面，你那炸花的肉也多半是进了他的嘴。你一个汉子，你害啥臊？
再说了，那惹祸的雷管管不也是他给的，跟他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你不说话不等于我们不懂啊，欺负你一个弱者不是我们山里人的作风啊。但是眼下呢，这韩冲逼急了他也没用，等下他凑足钱，然后我再亲手交给你，赶快凑钱啊。都跑细了，连口水也没喝。你的韩冲，哦，哪一啊？张大哥，贵哥里。哎呀，你这是圣意什么？这乡里乡亲的啊，你既然拿出来了，我要是不收下，也是薄了你韩冲一家人的心意，反倒说不过去了。哎，溜达，这是钱去，跟谁借钱啊？我发生家吧。哎，你还嫌地方人谢谢不够啊？啊？哎，你要跟他家能借出钱来，你爹我当下可是在石磨上。在家了吗？这么早就来了，有事儿喊一声不就行了？非要过狗狗来说。刚才过狗狗的时候是想喊来着，结果摔了一跤，要不说人倒霉了。哈冲来了啊？什么事啊？今天来我是想跟……哦，哈冲，我告诉你个喜事啊，我大儿子腊月里要订婚，你答应我的那头猪别忘了啊。你刚才说什么来？哦，我是想让小娘和小叔给我打凑两千给雅姑，帮我救个急，不会耽误你们去儿媳妇。俺说哈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就应该帮忙了啊。哎呀，娶个媳妇比那刀天都还难，韩冲你是最明白的啊。哦，韩冲。这不是不帮忙，这个忙吧，实在帮不了，就帮这一回，还在以往的面子上，以往的了，他的几盆粉浆啊，值多少钱啊？既然说到这份上了，你欠我的那头猪，我就不要了，给你做个人情吧，我还真欠你一头猪了啊。装啥？你在我们家可占大便宜了，别说一头猪，就是十头猪你也不吃亏。我说话没人当你当眼吧？韩冲，你看啊，我实在是没有钱，你看十块八块的那不顶用，这三天两天的我还真没见过。小娘，小嫂，就这条狗狗啊，你们都看好了。你们在上头，我在下头，咱们两清了。两清了？你欠我的不是一头猪。
看好你老婆。啊！扎住！不借钱就算了，你咋还打人呢？我就打你了，打你了，打你了！你这不够三尺高的女人就是毒啊！这个缺德鬼，害死死人害活人，炸花咋不把你炸了？咋不把你炸了呢？讨吃的不等哪天就来勾你的命，你等着，等着啊！你等着，我等着。回家吧。让你猜着了，羊肉贴不到狗身上，别人的就是别人的。爹，我想好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就是一辈子娶不上媳妇。也不会让你干活吧？哦，一会儿我再跟雅姑他们道别。娃们不能不吃油。哦，哎，把那盐给拿上去。要不咱们新磨的这个粉，哎，给上不给上你就不要跟我说了啊。这个家也是你的。磨了一辈子油的老油酱，老了老了，自己没油吃。要不？咱把那个油坊重新做起来，兴许能赚出条活路。哎，多少年不赚了，还是等面粉磨出来，攒些钱给雅姑。三七喽，雅观路上爹不走，爱河桥上你走一走哎。这干的啊！他跑了啊！哎，我跟你们几个说啊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不欠你们的啊，放心吧。断了营养，要不闹就怪了。这是新磨的粉，其实很简单，用凉水一和就可以了。粘了之后，把锅烧热了，你以后嫁给谁也得吃饭。
个花雕。我看这么着啊，大家先排好队，家里头磨出来的方面能给放多少，这就放多少。余下的呢，就是我跟韩松剥了皮，要给大家赶出来啊。哎，韩松还欠你的方面了啊？韩松啊，不欠个方面，韩松欠个一头猪。是。韩松欠个一头猪。大圣，要放了，杨二愣啊，就是你哈，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就是把房子拆了啊，也差不了你们的账。啊，你还欠你小娘一头猪了？我还欠她一头驴呢，我啥也不欠，两清了。你还我家雷管？啥雷管？你还敢提雷管？你还我家雷管？哼，雷管都炸了。你欠个家雷管，你还个家雷管。要没有你的雷管，我还炸不死人呢。我给你雷管让你炸还，不是让你炸人。哎，风，我的风，你把我风弄上了啊？你弄成啥了你？啊？你的钱东西不还，你还打人了啊？我跟就打你了，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。哎呀！来，给他压了，好不好？钱东西不还，还打人了。来。大伙儿，你们评评理，评评理啊！欠个东西不还个，俺打妇女了，就打你了，打你了，算了，行了，爹。你们评评理，给东西不还个。别生事了。歇了，韩聪，写张纸，贴在门上，说欠他们的房一定要还。你是咋？咋把他给赶跑哎呀！
这叫喊山。高兴不高兴，都喊喊。睡了吧？哎，哪能睡得着？月饺都快磨没了，外头还欠了好多份，咋办呢？能咋办？等新粮食下来呗。新粮食下来了，还了债，咱吃啥？哎，有爹了，不咋。爹，油坊的事，你到底咋想的呢？那油总比粉贵吧？贵有甚用？粉房的一角都不好弄，那油房的豆子到哪去弄？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。哎，你干啥呀？睡吧。Thank you.
觉不够了吧？够了就起来放个屁！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我当然不是哑巴，可是那个哑巴他真的会说话。会说话怎么能成哑巴？谁愿意自己的短处由着别人去说？除非他是傻子，像我一样，自己的东西让别人去压，也不敢吭声。压你声！压你声！压你声！我是你孩子，你一点都不清楚啊！哑巴不是真哑巴，哑巴跟我说话了。他跟我说：“走吧。”我就不相信你不睁眼看啊！我跟你两清了。是不欠我的了，你现在欠哑巴的了，你有的压了。我他妈压过谁了？咋做这么多面？还有我们的呢？放点油。脚都干了啊！这是我们家的老油坊，你看好多店都不用了，东西啊也都扯旧了，都没法用。
开了吧，开了啊，可以下边了啊。你搬开！着实啊，哎，着实抽吧。孩子，孩子，你这是干啥了？我明白了，他是说呀要磨豆子榨油啊，那是油瓶子啊啊，干啥干啥啊？磨出豆子榨完油之后换钱给你。哎，你那豆子是从哪来的？哦，磨盘上捡的，在地里，地里捡的，啊！多好的娃呀！海聪，啊，咱两个大老爷们儿，还不如一个哑巴婆姨有远见呢。你不是说？到那个老油房，跟你姥姥一起买了吧。那把你先买了吧你。我再大些吧，啊，加大些。爹，再加大，这个豆子就糊了吧？你懂个屁！这豆子和的好坏呀，关系到出油多少。和软了，豆子和皮了，榨不出油来；和硬了呢，不干了，更出不来油。快加点。哎，你听。豆子说话了，豆子说话了。
镜子，韩冲住这儿吧。我问你呢。公子，你看这个……哎呀，不要打断我们的问话啊！我问，你们只能旁听。炸死人，为啥不来报案呢？你不要给他看了。你这个字句，我们看不懂。这个我也能作证啊。这字句我管不了，拿远点。你，接着交代。我又想着埋人，又想着忙活活人，我当时就懵了。我也没想别的。就因为你不报案，我们今天必须把你带走。人家看不懂啊！来，队长同志，队长同志啊，你看这个浪红情况，你们刚才也了解了。原本呢，你们就是来抓浪红的，不是抓他韩冲的啊。刚才你也说，
这个辣狐是逃亡在外的大杀人犯，韩冲这算不算是为民除害啊？您看除了带走还有什么办法？韩冲我们必须带走，不但韩冲要带走，雅姑我们也必须带走，因为辣红还牵扯拐带妇女的问题。就这吧，带走雅姑，跟我走，我们是来解救你的。哎，妥善了，你不是被拐了卖给辣红的吗？有事慢慢，有事好商量。我们真是来解救你的。公安同志，公安同志，你听我说，你看这大火，村民都在，是不是要尊重一下当事人的意见？乡亲们，韩冲因为犯了杀人罪，我们必须带走。雅姑呢，我们也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，等我们回去认真的、细致的研究研究，但是肯定会给乡亲们一个交代。走，韩冲，走，坐不动啊。说他会说话吧？不要，不要！你会说话呀？啊？你要是早说话，还有这档子事啊？公安同志啊，你看要不要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？赶快走，把问题解决清楚。你赶快走，走。去吧。走。都是你的事情，你说你要死。这是什么声音了？这是市政说话了？哎呀，好长时间不张嘴了，就是听不见说的是什么，咋回事了？这是没声音啊？怎么听见个什么音啊？就是听不见啊，怎么听见乡亲们，大家刚才也都听到了，雅姑啊，她不是个真哑巴，只不过呢，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，受了惊吓，就再也不说话了。后来被卖给辣红，辣红这个人你们也都听说了哈，那个雅姑啊，就更不愿意张嘴了。辣红两年前在老家盗墓，分钱的时候把同伙打死了。之后就带着雅姑跟孩子一直逃，一直逃，直到半年前逃到韩冲的雷管上。那后面的事情你们就比我清楚了。现在雅姑跟孩子都坚持留在韩家，嗯，可以理解，乡亲们不用觉得奇怪，
还是等我们回去认真的、细致的研究出一个办法，再来解决雅胡的问题。就这吧，乡亲们，带走。我又不是拉红，走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嘞？走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啊，把嘴闭上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我说句话。爹，你好好的啊。嗯。跟他说，我让他说话。